奇妙探宝屋是一个让参观者了解秋田县的魅力，并通过观看、触摸和制作的活动来培养求知欲的展厅。展厅墙壁的架子上摆放着可以用来触摸并体验的物品，以及与秋田有关的本地玩具等。在展厅可以体验各种手工艺品，例如用纸条编织的纸小马和用石膏制作化石的复制品。从幼到老都可以通过各种方法边学边玩，享受乐趣，请积极参加各种项目的体验。